第十五任总统宣誓，请总统举右手宣读誓词。总统誓词，于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，于必遵守宪法，尽忠职务，增进人民福利，保卫国家，无负国民付托，如违誓言，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。警示，宣誓人蔡英文，中华民国109年5月20日。第十五任副总统宣誓，请副总统举右手宣读誓词。副总统誓词，于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，于必遵守宪法，效忠国家，如违誓言，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。警示，宣誓人赖清德，中华民国109年5月20日。